懂我的意思？谁等不谁的啊？我也要给你们着急啊，真的。你们今天我以为偏定你们有一个好，全世界跑到什么地方，你们比其他的西方机子跑得还快。但是呢，问来问去的问题啊，都 too simple。啊 ，sometimes naive， 懂了没有？那江主席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抱歉，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，给你们讲讲，我不是新闻工作者，但是我见得太多了，我有这个必要好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。中国有句话叫“闷声大发财”，我就什么话叫闷声大发，这是最好的。但是我想，我见到你们这样热情啊，一句话不说也不好。所以你刚才你一定要在宣传上，将来如果你们报道上有偏差，你们要负责的。我没有说要钦定，没有任何这个意思。但是你问，你一定要非得要问我，你董先生支持不支持？我们不支持他，他现在是当特首，我们怎么能不支持特首？但是如果说连任呢？连任要按照香港的法律啊，对不对？要按照香港的，当然我们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。香港的特别行政区是属于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中央人民政府，啊，到那时候我们会表态的。但是呢，明白这个意思啊？你们啊，不要想喜欢，然后弄个大新闻，说现在已经钦定了，再把我批判一番。是，但是呢，就是你们啊，naive。